苏柔，你总算来了。你说我要是不见你最后一面再走，我下辈子怎么找不着你啊？我怎么其实和你斗？你知道你为什么这辈子你斗不赢我吗？齐伟临死的前一个晚上，你还记得吧？他跟我说了一句话。 齐伟他跟你说什么了呀？你快告诉我呀！我不会现在告诉你齐伟跟我说什么的。我要让你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。只有这样，你赵新梅，你就彻底输给我了。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，花盆里。 玉不是万年松，广阔天地练不尽，扎根农村治不移，排除万难闹革命。下面有请建丰农场知青代表齐伟发言。 建丰农场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浪漫。建丰农场的苦是出了名的，建丰农场的累会累到你晚上只要闭上眼睛就不想再睁开。我们建丰农场苦，那是因为那里就是战场，能够留下来的人是少，但是留下来的都是好样的。 到那里去，啊？什么？去建湖农场，就去李向阳在的建湖农场。你怎么了？你肚子又痛了？ 上台献花了，我很快就回来啊！哎，淑荣，下面有请知青模范上台，让我们的学生为知青模范献花。 别多说了，快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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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怎么不去签字啊？那都是你们这些积极分子去签的，我哪有资格？那你不去下乡啦？不去行吗？对我来说，签不签都一样，反正都得去。那我帮你去签吧。你叫赵新梅。我叫赵新梅，他叫牛淑荣。那你为什么要写别人的名字？因为我们都要去建湖农场，就只有你在的建湖农场。你笑什么呀？没有，我是在表示欢迎，热烈欢迎。可是我看你的样子，一点都不欢迎我们呀。表决心容易，真去就难了。那我们就打个赌吧。你要跟我打赌？就算是一个约定，我牛淑荣跟你齐伟做一个约定，今年在建湖农场，你一定会看到我跟赵新梅。好啊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您得好好休息的，怎么又出来了呀？我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，我来看看你在干什么呢？没什么，都挺好的。医生都说了，您的病得静养，不能到处乱跑的。新梅啊，来，吃糖。妈。我都多大了还吃糖？这糖您自己留着，想吃的时候吃，都不知道您藏的是哪辈子的糖。赵小姐，你还能干些啥？让你扫个厕所都扫不干净，你这哩哩啦啦撒的什么玩意儿？我告诉你，赵小姐，你这个又胖臭老九，能让你在这院子里扫厕所已经是宽大处理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想造反？想变天啊？我一定认真改造，借助群众监督。我告诉你，再让我看到一次，我让你趴在这厕所里面用舌头给我舔干净了。是是是，我一定认真。爸妈，我报名下乡了，就去苏北的建湖农场。哎，我来接。妈，给你换一个吧。不用了。啊，等我下了乡啊，我就不再只是一名学生了，而是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。你们不为我高兴吗？你不能去。你上山下乡这件事情，我跟你妈妈不同意。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，你高中一毕业，你就进工厂去学徒，啊！爸，我不想留在城里，我想去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。爸，你平时还给别人做思想工作，怎么到我这儿你反而就落伍了呢？我们都是为你好，很多事情啊，你还不太明白。爸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别哭了啊！为什么别人都能去，我就不能去啊？反正我不管。
我非去不可了。胡闹，爸爸妈妈的话你都不听了？是你们不听党的话，不听毛主席的话。不能去就是不能去，这件事情已经定了，你理解要服从，不理解也要服从。反正我已经在报名书上签字了，你们拦也拦不住我，就算把我的双腿打断了，我爬也要爬到建湖农场去。哎，新梅，新梅，赵新梅，舒荣，你怎么来了？下来，快点。啊。拿着。我们家今天晚上吃红烧肉，我特地给你留了一点，你拿回去在锅里炒一炒，热着吃，可香可好吃了。谢谢你啊，你总给我拿好吃的。舒荣啊，我刚好也有个事儿跟你说。你说。我决定不去建湖农场了。你在开玩笑吧？我没开玩笑。新梅，这是我们的理想呀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吗？我们都说好了要一块儿去建设苏北的，还有跟齐伟的约定都跟他约好了，要在建湖农场见面的。舒荣，那是你跟齐伟的约定，不是我的约定。我不认识齐伟，也没见过他两次面，凭什么跟他约定啊？再说我们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，我要是走了，我妈怎么办呀？新梅，那我呢？我们俩从小到大一块长大的，你说我们俩认识多少年了？你跟我说过的，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的。新梅，我知道你担心阿姨的身体，这样好不好？我马上回家跟我爸妈说，让他们照顾阿姨。但凡你要是发现阿姨她少了一根头发，她要是身体不舒服了，你就拿我试问好吗？舒荣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。舒荣，你从小就是幸运的，你想得到什么都可以得到。我们俩是好朋友，但我们俩不一样。每天都会给你写信的，我被蚊子咬了也要给你写信，我要让你每天都想着我，我让你每天都想着我，我让你每天都想着我。新梅，我舍不得你怎么办啊？
为什么名单上会有我的名字？你是谁？我叫赵新梅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嗨，这名单上原来是没你，但是革委会的牛主任跟我说，要把他们家的女儿从名单上撤下来，这样一来，你们学校上山下乡的名额就不够了，所以这才把你递补上来。我知道你们家有困难，组织上会尽量予以照顾。您刚才说的牛主任是牛振根主任吧？撤下来的那个人是叫牛淑荣吧？没错，就是牛淑荣，你们认识？认识。干什么？胡闹！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你有什么可难受的呀？难道我们是害你不成吗？你们这是在害我！凭什么不让我下乡啊？我们是为了你的前途。什么为了我的前途啊？你们根本就不尊重我的想法。你要上山下乡，我们不反对，你下去锻炼锻炼挺好的。但是你为什么非得去那贱湖农场啊？那可是出了名的艰苦的地方，谁去了都受不了的。你要是想去可以，回头让你爸爸给你找一个近一点的地方，条件好一点的，我们能照顾到的地方，你再去好不好啊？不好，我就要去建湖农场，我才不像你们呢，说话不算话。哎，你给我放下！这可是你爸的奖杯啊，你放下。牛淑荣，你才是叛徒！你背叛了我！哎，新梅，哎，新梅，新梅，你听我说，新梅，新梅，你听我说，这些是我爸妈干的，我连行李都打包好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在名单上面。好啊，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你不知道的事儿。你说，你不用去下乡了。顶替你的那个人不是别人，是我，是我赵新梅。你不是说你要照顾你妈妈吗？所以啊，我要谢谢你。我最好的朋友是你，把我从我妈身边活活拽走了。新梅，新梅，你听我解释，你要相信我。我不会再相信你。我是冤枉的。你留下来了，我得一个人去送。吃红烧肉，我特地给你留了一点，你拿回去在锅里炒一炒，热着吃，可香可好吃了。谁啊？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？
新梅，怎么了？现行反革命，你还逞什么威风？谁是现行反革命？你拿出证据来。证据是不是？这张报纸是你们家的吧？这上面还有你的名字，这就是庐山的铁证。你为什么把毛主席的脸用油墨弄脏了？啊？你还想再狡辩下去吗？打倒女主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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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错了，搞错了，搞错了！这个报纸啊是他们家的，但是报纸上的油是我弄上去的。我已经做过调查了，我知道你们一家和牛振根他们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我也明白你为什么要包庇牛振根，但是我希望你想清楚，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但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我希望你能说实话。实话就是，这报纸呢是他们家的，但是牛主任呢，他把报纸送到我们家来让我学习的，是我不小心把报纸弄脏了。你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？我告诉你，这张报纸就是你女儿放在我面前的，说这是牛振根的罪证。你可以继续包庇他们家，但你女儿就是诬告，就是陷害，年龄再小照样是反革命分子。如果你还想救你女儿，你自己就看着办吧。我只能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今天晚上你不要回家了，就在这需要交代材料。明天早晨如果还执迷不悟，你就等着你看你女儿进监狱吧。就等他吧，我儿子才不就下放了。
回不来，女儿已经在路上，实在等不住。阿莫女儿，见到妈妈最后一面，谢谢，谢谢。进来，来，看你妈最后一面。心里会好受一些。我是这个家的祸根，不是我的错。他在天有灵，不管你做了什么，他都会原谅你。心梅，你哭出来吧。
呢？不是没有牛淑云吗？不对呀，怎么把他的名字又添上去了？你没听说啊？他爸犯事儿了，是吗？那张报纸怎么就会到了公宣队的手里？所以他老是觉得有人在监视他，偷听咱们家。爸，别找！哎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要去找我哥，让哥回来照顾爸爸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他要是一回来，他的前途就完了，所以千万不能让你哥哥回来，你知道吗？妈妈，我后悔了，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。孩子，当初我们不让你去，我们还有办法。可是现在你不想去了，我们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孩子。所以你现在，你就是不去，也得去了。爸，我长大了，妈。我以后会自己找糖吃的。你放心啊。妈，我爱吃糖。照顾自己了啊！你也照顾好你自己。
半辈子，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可惜啊，就算建设的再好，我妈也看不到。辛苦辛苦啊！这批资金到多少啊？到了，都到了。哦，好嘞，赶紧安排他们休息啊！干什么？新来第一天就打书记啊？谁扔的？是我扔的。你是吧？好啊你！下平下中农之听，下平下中农之听。你先听我。下平下中农学习，下平下中农学习。我告诉你。下平下中农学习。行了。有完没完？啊？看看你们这帮执行的，啊，刚来到第一天就打，这都多大了还做这么幼稚的事情？没闹够是吧？有你们闹够的时候。你们呀，要是能把这种青春热情和能量投入到工作当中就好了。我特别希望你们北边的知青能够早日超过南边。来报告。说。我就想问一下，齐伟在哪边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南边的。齐伟不跟我们在一个地方了。报告，我们现在向您立下军令状，我们北边一定会赶超南边，比他们干得更好。赶教日月换新天，您就等着瞧吧。您等着瞧吧。我倒真想瞧瞧啊。这么自私。